家好，又是我们越南小姐姐了，我是倩倩。老板也回国好几天了，然后我和云云正在开始怎么样独立拍视频。今天呢，大家也知道胖英大长腿已经回来我们的直播间，回来团队越南小姐姐了，我们团队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发展了，兄弟们。刚才在楼下我听到音乐，可能云云正在教胖英怎么样跳舞。大家想不想知道，从越南小姐不会跳舞到现在会跳一点点舞蹈是怎么样的吗？现在给大家去看我们俩云云和胖英的大长腿啊。现在我下楼给大家去看一下啊，听到音乐了没有？这么认真的学习。来了来了，兄弟们，给大家看一下他们两个怎么跳舞，大长腿呀、啊！哇塞哇塞，只能偷偷的看看啊，兄弟们。进步很大。放映中文进步很大，然后开朗活泼多了。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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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那准备下来呀？啊！什么了 ？Hello， 两个大美女。别干什么了？在拍你们怎么样跳舞？怎么样跳舞啊？对。哎呀，今天云云和放映都很漂亮哎。大长腿昨天在直播间我刚刚教他跳舞了，本来现在可以拍个视频检查一下，就云老师的学生老师舞蹈老师教的怎么样来吧，开始。我学生对给大家跳一支舞 OK OK 来，那等一下呀，哎呀好认真啊。
别躲，腿呢？在家还在家。今天没带，不好意思。五万一个屁股，四万屁股都有，那项目屁股都还没百万，九万就行了，他一百，他百万，我九万就行了，我九万，他十万，对，你什么，他是免费都有的，OK。人家什么？人家是免费都有的，你这是谁是要买的 ？OK， 真的是。你要不要买？哈？你要不要买？我不要，我满分了。人家是免费都有的，不要就是想买的九万，像你一样 ，OK 对。对我什么都带。你怎么都大？对，你知道？项目大屁股。对，不是，你别说这样的。我的意思是，我的眼睛大，我的脸大，我的肚子大，不是什么什么的，不是什么什么的。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？是我的什么都大。什么都大。谁不知道你什么都大哈？谁都知道。你不要说，你不算真没什么的，他们都懂的 ，OK。我小好吗？你小啊，生气了。对，你不要，不要什么，不要难过，对，就这样了。下辈子我们再来。上辈子。下辈子不一定有项目屁股。我开玩笑的，现在还是小孩子，这个方玉真的是好了，不啰嗦了，继续学跳舞嘞，来继续学跳舞了。然后等一下吃完饭了，直播间放映给大家来舞蹈好不好？好啊。好啊。来。这几天都是很认真学的。大家记得晚上直播间来看放映哦。再看看。一个小孩。跟着一个大人在跳舞，我不要说了啊！别说我说他不好。哥哥一分，回家。大家看看我们翻译，学了半个小时了，还在学习，辛苦了。不辛苦。还有仙仙已经去休息很久了，你还休息？好、啊，什么？我们不好了。为什么？仙仙在做翻音。什么？仙仙。干嘛呀？完蛋了。啊，仙仙在做饭呢，不行。我们再不小心，你就又你又进厨房了。好。翻音，把它。好，谢谢。好久，今天我不相信你，走，门呢？今天真的好久了，阿红，我还没进去炫。阿红太可怕，先做的饭了。太可怕了，再也不敢进。先不急你，但是我还没进。对不起你，但是我还没进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不开门？你吃过他做的饭了没？我吃过了。你觉得你要吃过了？怎么样？味道怎么样？什么？味道怎么样？好吃，味道。谢谢。他还能听到我们在说话。你觉得你吃过了怎么样？
我们刚刚前天啊，他帮我们做了一个什么黑糖珍珠奶茶糯米饭。你听到的可怕了吗？猜的名字很好听，但是太可怕了，像飞香天一样。阿红太可怕，谢谢了。我们给他起来吧。不要。谢谢。我给你一个机会。然后我给你一个机会。吃我的饭，跟你说，我不要。今晚你给我吃完你就带了。我们去吃外面吃饭了，拜拜。开玩笑的，堂哥错，我只有帮忙而已。堂哥的手艺。真的吗？真的。真的吗？这样吗？这个阿红说的很安心的。没事，还好还好。真的，堂哥做吗？对，堂哥做，不是我做，我就是帮忙。啊，我放心做了。他都搞好了，然后他上去休息了，是吧？对，我帮忙。真的吗？真的帮上忙了呀。对，刚刚我也看了堂哥了，放心啊、哦，放心放心，真的帮上忙了。好了，吃饭了，兄弟们。吃饭了，哎呀，看看。我们堂哥吃做饭的非常好吃的，只是我们什么，我们在学习辛苦，堂哥在帮我们做饭的，不是我们懒了，也是我们堂哥也不什么不相信谁的手艺。好了，那我们准备吃饭了，我们也叫堂哥下来吃饭吧。好，这个人。什么学的好认真的辛苦了，然后现在就偷吃了，另外一个人，我有点饿了，看看没用，有点饿了，吃吧。尽管我们上个菜，准备吃饭了，兄弟们，看我的音妈妈，吃饭了，我太饿了，我们干杯好不好？好久没有欢迎下来。好，干杯！干杯！大家看看这个生活，傻了老板，但是我们还是很幸福的。